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妙趣动物世界。非洲草原上，几头狮子正在欺负一头可怜的老牛，老牛被他们压在山下，哀嚎连连，呼唤着救援。这时，另一头老牛听到了同伴的求救，连忙赶了过来。令人气愤的是，几头狮子看到人家过来，一点反应都没有。大哥，你看，又来一个送死的。别急，二弟，等我们吃完这个，就轮到他了。看到这几头狮子根本不给自己面子，老牛直接发威冲上去，把狮子们驱赶散场。当然，狮子们怕的并不是他，而是他身后的几十个弟兄。这你妈谁才是黑社会？我狮子不要面子的，是不是？来，小弟们，跟我一起，一二三，各位牛大哥走好。小家伙还挺识相，牛大哥满意的点了点头，然后转身离去。走，兄弟们，去下家，走起。即日起，关注妙趣动物世界并评论转发即可获得精品礼品。我们将从每期视频下方选取三名评论点赞最高的观众，送出我们的神秘礼物。评论数大于30即可生效。让我们一起期待您的神回复吧。